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这首《长歌行》是汉乐府当中的一首歌，一开始就给我们展现了一个阳光灿烂、万物富有生机的场面。可是紧接着，作者来了一个很大的转折，引申到了我们现在还年轻，应当继续努力，不能够等到老大了，才感到时光被荒废了。到了今天，我们更应该读着这样的诗，认真地做好每一件事，这样才能不愧对祖训，才不愧对我们这个时代。就这首诗吧，它以前的话它是有词然后也有曲的，但曲呢因为可能岁月流长它没有保留下来，但我很开心的是我们用现代的流行音乐的方式给这首诗赋予了新的曲调。中国传统文化它真的是扎根在你心里的一颗最纯洁最善良然后最美好的一颗种子，它会在你身上无处不在的地方发光，就很棒。有请经典传唱人。在过往的历史中，我们看到了太多时不我待，作为青年我们更加应该及时勉励，不要老大徒伤悲。我是经典传唱人王源，我把《长歌行》唱给你听。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长空秋节至，口黄花叶翠。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我盼过不要让遗憾徒留。
轻轻眼中窥，朝露待日晞。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山空秀皆知，谢谢经典传唱人王源，谢谢。你知道今天我在经典永流传的舞台上再次看见王源，感觉不一样。过去王源是一个少年，而今年还是个少年，青年人了。今年是他18岁成人礼。这首歌就是送给你们所有年轻人。三位中老年，都是哥哥姐姐，都是年轻。但是我想，作为王源来讲，其实你又有很多普通的年轻人没有经历过的事儿。比如说，有多少18岁的年轻人被写进初三的政治课本里？有多少18岁的年轻人曾经作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教育成长使者？所以我想，这些经历对于你来讲应该也是非常特别。更多的是责任和压力吧，因为当我真正了解到儿童和那些需要帮助的人，那些群体的时候，发现他不仅仅只是使者两个字而已，在他背上要背负的担子其实很重，就是更加督促着自己要严于律己。我不知道正在经历18岁的你，有没有感觉到跳过这个时间点前后有什么不一样吗？我18岁，我特别纠结，我一直在想自己到底想要什么，自己到底喜欢什么。我明年不是要去读书吗？我得考大学了。然后就做了一个艰难的决定，就是说要把我的之后学习的重心要放在音乐上，因为这个其实是一个蛮难的决定。如果说我在国内依旧走大家所意料之中情理之中那条路的话，可能就一直走下去平平稳稳的，也不会有什么起伏。但是我觉得选择把重心放在音乐上这个事情，就是唯一对我有利的因素，就是我喜欢音乐。但其他的各方面，家人、朋友、工作，然后还有方方面面，都其实对我是不太有利的。所以最后我就纠结来纠结去，我说反正我还18岁，我就算耽误几年回来，我也才20出头。我说这么好的年纪，说的我要哭了。就是用来做一点自己喜欢的事情。我在我7岁的时候，我父亲去世，所以从小呢，我母亲就一直跟我说，你是家里唯一一个男丁。我们一家人以后就要靠你的，所以我从小一直给自己有一个，就是我以后要对我的家里负责任。我记得我18岁的时候，正好在准备考上海音乐学院，啊，每个周末我就骑着自行车，从我的学校，在西浦，然后到成都去。然后那时候就是路况也不是非常好，骑1个小时，上完课了以后，然后再回家，因为星期天要帮妈妈要干农活。所以回到家里的时候，几乎已经是伸手不见五指，完全平的，就是记忆好像这儿好像应该转弯了，这儿好像有个坑，我得避过它。要是没想到，哐当就掉下去了，就是那种。那个时候呢，一边骑车，一边就在唱自己的歌。唱歌的时候呢，一边是复习老师给自己上的课，壮胆儿。
一方对给自己壮胆儿，一边给自己壮着胆，一边在自己给自己鼓励说，已经好好唱，以后这个给妈妈争光，让妈妈为自己感到骄傲。所以非常高兴，祝贺你能够找到自己人生的一个方向，也祝愿你能够成功。谢谢廖老师。这个诗写的很有意思，最开始他说啊，一切都是欣欣向荣，无比的繁盛。对，但他说常恐秋节至，但我特别担心那样一个百花凋零的时节意味着我的青春不在，所以这首诗的本质是一种惶恐。所以我想呢，对于自己的一种警戒，包括对于在这时光里边让时光变得有质量，让时光变得非常富有神采的这样一种思考，是中华民族持久以来的一种思考。对于我们这些老青年来讲，其实也要努力地勇做时代的弄潮儿。今天王源带给我们的这首歌，不是所有的年轻人一下子就能从这首歌里感悟到，但是希望能有人通过王源的这首经典传唱能够醒过来。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经典传唱人王源为我们开启分享通道。我是经典传唱人王源，如果您喜欢这首《长歌行》，请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与我一起读诗成曲，传唱经典。